一起。一幅诞生于1.2万年前的岩画，向世人展示了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滑雪狩猎的场景。万年时光流转，从原始的生存手段到宋明清时期冰嬉的休闲娱乐活动，再到今天形式多样的体育竞技运动，面对冰雪这一自然界馈赠的礼物，人类利用和征服它的进程一直在演化和推进。北京，今天更让冰雪运动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新潮时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卫视《冰雪正当然》从全国的冰雪爱好者中召集了12位冰雪达人，他们将分别进入3支冰雪俱乐部。我从最早开始学单板滑雪是2003年。我接触滑雪单板时间不长，我是个初学者。在3组经理人和领队的带领下，通过6个项目的比拼，角逐本季最强冰雪俱乐部的称号。有这点能耐吗？感觉你能赢我吗？势在必得。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200天，倒计时100天，还有50天。赛场上，冬奥的号角已经吹响。赛场外，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些年轻的冰雪达人将如何在12期节目中燃放他们的活力与热情。冰雪为伴，热血正燃。第一个这啥意思？不能忘，这不是吃个透心凉。凉哥，哎呦，啊，张老师好。杨哥，哎，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我是说实话真没明白。哎，这边有个电池，对，还有个遥控器。没有电视啊，啥意思这是？哎呦，秦哥，晚来一小步，江老师好，来，我手湿的，你是手潮还是手湿啊？姜潮，他姜潮，姜潮。于老师，你们俩这上来就研究啥呢？研究这个冰块，它里面有个电池，冰块里面有电池，那就是遥控器。哦，我知道了。把这2个电池放在遥控器里面，然后打开电视，是这个意思。要不要试一试？肯定是早。Hello， 脸哥好，晨儿哥好，潮哥好。上来就比3个男人中气还十足。因为我是由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三星手机独家冠名的《冰雪正当然》的主持人，所以要欢迎他们。而且陪伴你们的还有我们的三星折叠屏手机，它将作为我们的冰雪伴侣，伴随我们的每一位俱乐部成员出色地完成他们的冰雪之旅。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外面真的是银装素裹，非常的漂亮。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地方就是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秦岭第二主峰鳌山北麓的陕西鳌山滑雪度假区。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会开启非常奇妙的旅程。你们刚刚已经思考了一下怎么样点燃我们的这个冰雪世界，对，是不是？那现在要用什么办法？太简单了，来，
大吉了。好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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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请装进我们的遥控器里边。好了，现在有电了。来，三位冰雪经理人共同开启冰雪的世界。哇，这是我们12位冰雪达人的高光时刻，你们来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你看，这有空翻的，看到吗？还有会玩平花的，有花眼滑冰，眼花缭乱，看不过来都。好，首先我们要进入领队选择环节。我们一共有3位领队，与大家一一组队。哇，俱乐部想做大做强，自然要有高人指点，领队们这不就来了？好，接下来3位领队将依次来到现场。哇，欢迎我们的第一位领队严寒。寒燕 China。完美的阿克塞尔三周接后外点冰三周。With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here in Seoul. An Yang. 欢迎。好帅。老师好，老师好。哎。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蒋老师好。这怎么你不来？你再想个动作，比我的更好。我也不能叫爸爸呀。我这也太惨了，太卑微了吧。大师好。没有没有，你好你好啊。你好，这就不用感觉那些虚头巴脑的，我们来点实惠的啊。好吧。三位老师好，我是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严寒啊。其实我对老师还是蛮中意的，因为你是年纪最小的嘛，25岁，我是3位哥哥中年纪最小的，然后我觉得咱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带你感受一下南方的氛围。而且你性格我感觉很腼腆，我话也比较多，咱们可以互补嘛。你对自己还是有深刻的认识。我可以为了你闭嘴。好，既然能让你闭嘴的话，现在就给你了。我一看到他就真的是一见钟情，觉得他就是一个冰上的王子，你们女孩子是体会不到的那种兄弟情。欢迎2位领队陈德全。陈德全 ，Ready。先位置的是陈德全，利用最后一个弯道的机会，连超双人，可以用完美来形容。陈德全一个漂亮的超越，让中国队跃居第一。交接给陈德全，现在再往内道靠，内道漂亮，哇，中内环很棒。带来了如此精彩的一场表现，陈德全最终获得全能冠军。欢迎欢迎，哇。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陈德全，我爱好滑雪，但是因为职业因素一直没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冰上还是参加的比较多的。你是大靖的队友，我们配合好多年了。哦，我跟大靖关系很好，他又是大靖的队友，对于我来讲就是很好。我们德全上来很有感觉，我喜欢这个，他这个有这个燃劲儿，我们就需要燃。对对对对对，你看看，我们3位在你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3位老师我都非常喜欢，东北嘛，小品必不可少，对吧？俩哥，哎，太熟了，哎嘿。然后晨哥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热血，能在比赛中或者是训练中给我一些力量的。他介绍的我都想去你队，来吧，欢迎你，欢迎德全，还有一位。短距离是满丹丹的强项，很高兴今天做到。Chinese girls they were very strong， 特别想向他们致谢嘛。Hello，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好，我从事滑雪事业已经有20年了，那么在2018年我就选择了退役，进入到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作为一名冰雪运动学院的教师，现在已经开始培养下一代了。对，那这个就更适合
当领队，这个一他有这个教学经验，有经验，二呢会排兵布阵，又有实战经验，而且女生比较耐心细心。对对对。看起来丹丹老师是不是脾气不好？你啥意思啊？来来来，你过来，站到这儿来跟我好好说话。我已经感觉到当学生的一个状态了。哇，好，欢迎丹丹。三位冰雪经理人能否和自己心仪的领队组队成功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测验来决定谁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正式开始，花滑 copy 不走样，啥意思这是？花滑 copy 不走样规则，经理人需要模仿示范视频中的花样滑冰动作，每轮三位领队根据模仿程度选出一位优胜者并积一分，三轮结束后得分高的经理人可优先选择领队。这个晨哥行啊，这个应该是晨哥的强项。这不是一个武，这不是冰雪节目，又不是一个武术节目，开始战斗啊！好，来吧，朋友们。我们在陆地上面也请我们的严寒老师给我们来一个亲身示范教学，好不好？来，老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二罗冰，这是专业啊！太漂亮了。好，那接下来请看第一个动作。What？ 哇！哇！真的要拉筋，我跟你讲，这我都蹲不下去。那个太狠了，那个。厌式转的规定就是头跟脚要超过屁股啊，你可以稍微的这样跳一下。对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然后蹲居旋转是屁股要低于膝盖，屁股低于膝盖，这还能转圈儿？对呀，这咋转呢？转圈来，脸哥，厌式转，先来这个吗？哥，还得转，你让他再坚持一会儿，他就站不住了。要不要帮你旋转？不用不用不用，陈哥，我把你给我整坏了。实在是不行了，这太难了的。这个看起来容易，实则简单。其实，在冰上算是一个很基础的，就靠核心力量的。对，很轻松啊。做动作，先这样。哎，你别说，姜潮有点那个感觉。他那个身形和那个脸那个气质，气质，对，他就有那种感觉。对啊，很好很好，加油，不错不错不错。你这是京剧选段，四郎探母你知道吗？你这是真的好练核心啊。这个来，晨哥到你了。我觉得首先那个严老师他说的转不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跳一下，对吧？对，可以跳一下做完这个动作，厌式旋转，然后再接这个，然后右脚点地，再接起身，然后再接这个。哎，我这还可以吧？可以，三位老师商议一下。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李晨，他观察
那个视频就比较认真，对，很认真的一个协商。来，请评定。我觉得首先那个于洋老师特别的努力，对，是先点评的肯定是不得分的。然后江超老师的形体很美。然后李晨老师做的很细致，他模仿力很强，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把分数给李晨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请看下一个动作。哎呀，哇，炫子，这太难了，这太难了，陀螺转，哇，好难啊！我看过视频嘛，就是一个滑冰那个，然后自己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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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冰卡那得，实在不行了，扛不住了。来，晨哥。哎呀，我天哪！哇哇哇！哎呀，这个手翻的挺漂亮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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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要飞起来，咱们仨靠边点，别撞到咱们。哇，这是反旋，哎，你以前肯定是练舞蹈的。好，来，我们严寒老师谁的动作更加的标准？我觉得于洋老师的动作依然很努力。我实在好，来下面说。江潮老师的动作啊依然很优美啊，然后我们决定还是把分打给李晨老师，因为还是要看跟视频要接近。对，行哈。还有吗？还有，再一再二啊！来，咱们看三四视频，我看怎么的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动作。哇！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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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让给杨哥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让给于洋了，我们都让给于洋了，好不好？让给杨哥。来来来，于洋老师来，哎，来杨哥，那我商量点事儿，我能不能躺下坐？也行。哎，这样，来这儿，你来这儿，来机位扣下来，来来升升升扣，都到这节骨眼上了，还想机位的事儿呢？这个腿，哎，这腿给我来，这腿我的。哎。别，你俩是别拧劲儿来呀、啊！你俩是，哎，别，哎，手部动作啊，脸部表情，开始，走，疼了，哎，疼了，哎。哎哎，我怎么感觉我身后像有个盖儿似的呢？劈叉了，这么扯呢？不是，好歹你完成两圈好不好？行不行？站在专业的角度上，虽然是，你别告诉我这分给他俩。于洋老师一直这么努力，这也是体育精神。哦，我觉得这一分要给于洋老师。哦。好，那到目前为止经过测试比拼，恭喜晨哥可以获得优先选择权。
在三位领队当中，你期待谁加入你的俱乐部？其实我心仪对象还是想选李晨。我觉得希望在我们队里面有一个冰上运动很强的人，其实是在德权和严寒之间二选一。因为刚才其实我听到了江潮说了对严老师的一番不能算表白吧，他觉得他想很心仪，他很喜欢找他想找一个这个配合，所以我选择啊，你选啥？没逗你呢，我选择德权老师。好，恭喜。我选德权的原因，一呢是因为希望在我们队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输出和发挥。第二呢是就还是成人之美了吧。好，那我也想说啊，我们的严寒同学呢，虽然你很努力啊，但是我说实话，在前两位老师出场以后，突然出现了丹丹老师，他更有气场，更有说服力。我个人也特别希望有丹丹老师的加持和帮助。我还是选择丹丹吧。恭喜你，期待成真。那接下来严寒也要恭喜你了。冰雪正当然，我只选严寒。好。我觉得严寒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因为我的脑子不太灵光。然后我们就是补其所长，对吧？对我来说真的是，这叫什么成语？就翻掌一样容易，叫什么？翻掌。哇呀呀呀！好，那此刻呢，我们的三支俱乐部已经初步组建完成，接下来你们就要来选择自己的队员了。面试共四轮，每个俱乐部每轮可选择一名达人参与面试，每轮面试后各俱乐部将自由举牌进行达人优先选择权的竞拍，每个俱乐部初始燃星值为500，每轮所出燃星值最高者获得优先选择权，最终该轮俱乐部所出燃星值将自动赋予所选择达人。为了方便大家记录选择，你们可以利用面前的三星 Z Fold 3折叠屏手机，它支持 S Pen 大屏书写，使用起来淋漓顺滑，像笔一样自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笔触颜色，可以画圈打勾做标记，记录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轻松简单。哎，真的好看。哎，那现在请告诉我，在第一轮的选择环节当中，你们想看到哪一位达人？九号。我想看3号。我们先看4号。4号，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9号冰雪达人。这女孩要是会滑这种雪是真帅，又帅又可爱。哇哦，来有请亚宁。这实时画面。就是那儿。好，我看到了。他们就在我身后的秦岭第二主峰鳌山北路的这个雪山上面，正在滑下来，朝我们迎面而来。我的天哪！来了。哇哦！快看这个动作，人家滑的是窄板，这个呢，滑行速度会非常快。对。亚宁，你好。Hello， 老师们好，我是张亚宁，今年18岁，北京人。我属于就是冰雪双修，然后比赛经验比较丰富。我看那个介绍说是北京大牛的，明显是个北京小牛嘛。18岁，非常非常年轻。你的资料上写的有一个叫独角兽女孩，是什么意思？独角兽的话，是因为可以看到我的身上，然后还有头盔上都有独角兽。就是说像我自己一样，我就是属于脑洞很大，然后很奇幻很浪漫，经常会有一些奇妙的想法。亚宁，我们选择你啊，但我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一开始最想选择的是哪一支俱乐部啊？
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李晨老师的俱乐部。好好好，那你还回去吧，啊，回去吧，谢谢。于洋老师，要不你帮我问几个问题？好，谢谢亚妮，拜拜，拜拜，拜拜。天，我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呀。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三号冰雪达人，请看。没准三号就看上咱们了呢。嗯。三号。芭蕾对我而言是优美的表达。哇，这姿势好优美啊。花滑对我而言是实力的展现。哇，我是池心妍。这个冰上的强项一览无余。池心妍已经在等待着我们了，你好。哦，心妍你好。Hello， 各位老师好，我是池心妍。我擅长的项目是花样滑冰，然后我以前是从4岁开始跳芭蕾，然后一直跳到了10来岁的时候，花滑是从上大学了之后一直练到现在，嗯，练了4年的时间。想问一下，你心里面最希望去的团队是哪一个？我心仪的俱乐部当时严寒哥的俱乐部，因为严寒哥算是我的偶像，他伴随了我很长一段瓶颈期。哇。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才去学的花滑，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严寒哥滑的那个节目 1000 years。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难受的时候我就重复那个节目，难受的时候我就重复看。他说出来这个我的节目的名字的时候，我眼泪都快出来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吧。嗯，其实我特别佩服成年人学滑冰，因为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我也很荣幸能在他很难过的时候看到我的节目，能激励他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帮助人。天啊！谢谢谢谢。其实这套节目也是在我最难的时候编的这个节目，谢谢理解。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同一个时空但不同空间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共鸣，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时刻其实是很美妙的，然后又因为这个节目你们两个又有一个相遇，一个这样的缘分，真的很好。所以等一下我会不会让你们成功的。好，那期待心妍可以心想事成好吗？谢谢各位老师，一会儿见。 Hello 吧。来来，第一轮头两个就把我们俩冰上独苗给挑出来了。嗯，我们可是唯一的两个会画画的人，可是唯一两个宝藏。四号冰雪达人，看这就是高手的背影，玩转单板。哎呀，心语是真的强，对，太厉害了。我是刘心语。我喜欢。来，有请他。上来就做了个动作，这速度太快了。帅了，这是多少？我都没算出来，两周半，这对他来说都是小 case， 好厉害！哇，只有心语的滑行才能引起这种尖叫。对，
镜头都没跟上，你说这坏到坏到什么程度？哇，Hello，新宇好，新宇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刘新宇，今年24岁，曾经是一名单板滑雪国家队的队员，国家队队。然后我滑雪呢，现在有15年了。在此期间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拿过全国冠军，参加过冬青奥会，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希望各位老师选我。这不是选你，这是抢你，你知道吗？给他整过来，你已经这么强了，给他整过来。选我就对了，肯定会带你们走向胜利。好、，Hello，新宇，我是不是应该管你叫师弟呀、啊？师弟的是丹丹姐，哎呀，这师姐在这儿呢，真的是师弟吗？我刚才看了一下，你是黑龙江省队的，是不是？对，之前是在黑龙江省队的。我就是希望你往我们这边靠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认识，可以互相有个关照。好的。我也是省队的。你们都。新宇，我也是黑龙江省队的，然后咱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们是省队的，但是他们住的楼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也参加过青奥会，我参加大师姐，我参加的是12年的青奥会，第一届青奥会。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提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嘿，专业的，来，看到视频里面，你曾经拿过市青奥会的第9名，这个成绩在亚洲选手里面是不是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比较靠前的，前3名吧，差不多。然后晨哥，我是就是从小看跑男长大的，也希望你多留意留意我啊。你如果来到我们团队的话，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咱这个感觉是吧，就是颜值担当呀，咱这颜值超越他们。没毛病，我喜欢你自信那个劲儿。新宇，我今天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多少我都把你拍回来。燃心值起拍50个，来准备第一轮竞拍。第一轮竞拍正式开始。我55。100。一，看出了晨哥的决心。101。105。150。大气一点。150。新宇，多少我都把你拍回来。刘新宇会比较强，他在队里面他会起到这种灵魂人物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是希望就有他在。150。150。我看出了他。151。107。107。天哪。170，第一次。170，第二次。你得第二名就行。170，第三次。170，第三次，成交。刘新宇。谢谢晨哥，就是开心，没别的，就是开心，就是感觉特别心里特别兴奋。接下来151个燃心值，江潮，你选谁？我想听严寒老师说。张亚宁。嗯。你确定要选亚宁而不选期待和你组队的新颜吗？我觉得严寒哥算是我的偶像，他伴随了我很长一段瓶颈期。那池心妍，我虽然很想选她，但是出于雪上跟冰上的综合考虑，所以还只能选张亚宁。这么开心吗？颜值，我们是颜值对。啊，我还是比较遗憾池心妍，我天，对不起池心妍。Sorry， 遗憾肯定会有啊，因为一开始就觉得说跟严寒哥可能会共鸣多一点嘛。所以看看后期虽然不在一个队能不能有什么交流吧。我一直都很想把他纳入到我们的队里，但是考虑到开始的时候是雪，所以为了团队考虑吧，然后我就只能
池心妍加入于洋俱乐部。东北人好玩，气氛组，可以可以，挺好的。没事，两个分完了，两个有意思。接下来第二轮，请问你们想看到谁？跟我的领队已经选择了，叫点点，12号。我想看的是刘琳。OK，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一号少点点。他平花滑的是最好的。平花是指在雪道上利用雪板的弹性编排做一些平衡以及跳跃旋转的动作和更高难的空翻之类的动作。Hello，Hello， 欢迎点点，欢迎 ，Hello，Hello， 各位老师好，我叫邵点点。如果老师们选我的话，我一定会帮助你们在平花，就是打败他们。那你要想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太直接了，当然想啦。哦，那可是我们选的你出来的，感谢。怎么我选的都问陈哥去呢？真是。是这样子的，各位老师，我听说那个零分俱乐部的张恒也来参加节目，真的很想在节目里跟他正面的交锋一次，如果可以的话，请老师们安排。就是想请你来到加入我们，你还得有个张恒挂着是吧？不是，他要跟不是他要跟张恒 PK。那行，那没问题，你在哪个队，你都能跟他比拼上。对，谢谢，一会儿见。好，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12号，来，有请。我这歌特别有范儿。其实这个就是板尾平衡，在滑行的时候用后腿支撑身体，前腿蹬直，用核心保持平衡。刘畅，刘畅，刘畅，欢迎你，欢迎欢迎。Hello， 各位老师好，我叫刘畅，我是一名滑雪的穿搭科普达人。做什么呢？做什么？雪服穿搭呀。有给大家分享一些滑雪穿搭的方法。穿搭达人，我也看到了，他从服饰上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就是酷酷那种。我问一个，你会滑冰吗？我会点冰球。哦，很厉害，很厉害。下一位来，请看8号。8号也是女生哦，也是女生。哇哇！刘琳，依然是一位漂亮的女生，来欢迎她，刘琳。比心。你好，没想到这么客气啊！各位老师，新年快乐！没想到这么客气，没想到。这个可以，上来就拜个年，可以。太可爱了，谢谢。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有红包吗？有。太逗了。各位老师好，我叫刘琳，你们也可以叫我刘琳，因为每次我给别人介绍说我叫刘琳的时候，他们都会叫成刘琳。我说对，刘琳。我参加过非常多的比赛，我从2018年就开始滑雪，对。这个我喜欢，性格最起码就很好。哎，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练滑雪的？这说真的吗？那说假的吗？那还能说假的吗？废话，
不然呢？我觉得你选他特别好。我滑了滑，真的，我滑了八个血迹了。这太好玩了。好，玲玲，期待一会儿与你相见，拜拜。好的，谢谢，再次祝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行，好好好。我觉得像这种特别是体育竞技的比赛，心态是最重要的。这一轮的竞拍依然是50个燃心值起拍。开始，我们50、60、61，姜潮，70、71、71。哎，你懂我，你懂我。我看出来了，80，加一，90。哇，晨儿哥，看来你又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对吗？我一定要打第一。哎，等一下，100。对，我还没说话呢，晨哥。不让你说话。101，110。谁110？啊，又是晨哥，晨哥太豪气了。我一定要赢。110个燃心值，第一次。110个燃心值，第二次。还有没有人更高？我不要了。110个燃心值，第三次成交。依然又是晨儿哥获得了优先选择权。好紧张啊！我知道陈哥会选谁，你觉得我选谁？我觉得你会选点点。点点？不对，我选刘畅。我选刘畅，来，快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华金这边基本上是零，所以就觉得还是得找一个滑冰项还是相对好一点的这么一个选手，刘畅会比较强。他这个阵型太好了。刘畅。接下来101个燃心值，姜潮，你要选择谁？想选我们一直想选的刘琳。刘琳。刘琳加入姜潮俱乐部。求你了，我给你20，你把它还给我行不行？不可以。不是，因为我这个你要听领队的话好吗？他管我比我妈管我都严，他现在这一次就交到50，就不用叫了。50，我看出来他了。他现在太强势了，家你告诉你啊，就50啊，不能再冲了啊！我就想跟你喊，他都不让我说50，他就喊50。我说行，他自己举牌，举完了以后，啊，我说我想要刘琳，你别吵，人家。这没有，我是俱乐部经理人，我这好像是你不，你现在是大傻儿子，你现在是地主家的傻儿子，这是啥呢？这可以，我真的。Yes， 赵点点加入渔阳俱乐部。接下来还有更多达人带着各自的绝招登场，经理人们又会如何选择呢？我觉得你很有那种主导全局的能力。有什么？还是看？没，你因为我脑子不太灵光，就你不真的不骗你，你有什么意见都随便说。在我的感觉里，就是因为这个是个比赛节目嘛，我只看成绩。对。我是演员孙博豪。这是什么演员？他之前当过兵。武警三等功。我是05到06那个雪季的时候参加过亚布力的那个高山大回转，全国第二。哇！我是演员孙博豪。哇，这个滑得不错，这个滑得不错。
这个潇洒，这个一看就经常滑。我选李卓文，我好。看完他们的技巧技术之后，觉得真的是特别有信心。还有谁来着？有，还有一个谁？还有这个，他也挺强的。这是成年班。哦。冰雪达人，哇，张恒啊，就是这个帅啊，哦，他俩有比拼是吧？啊，我听说那个零分俱乐部的张恒也来参加节目，真的很想在节目里跟他正面的交锋一次。老师领队，大家好，啊，我叫张恒，啊，我是一名从事商业金融的一个从业者，我比较擅长平滑和刻滑。看这些选手吧，都各有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强项，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团队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肯定是周少强，全力以赴就这个就可以。好 ，OK。剩下的选手的选择上，我会更看重他们的潜力。老师好，我叫周少强，我是一名职业的滑雪教练，江湖人称那个金牌教头。哎，真好，他的状态也挺好的。接下来认识一下七号刘玉。人生就像骑行，想不倒下，就不能停止踩踏。他骑自行车，他的能力是杠杠的，他的体能绝对是没问题。我们要周少强老师，刘玉。恭喜三支俱乐部正式组建成功。耶、yeah, ，气势。耶、yeah, ，到目前为止，鲤城俱乐部还剩下110个燃星值，江潮俱乐部还剩119个燃星值，渔阳俱乐部还拥有161个燃星值。燃星值这个东西肯定在后期是有用的呀，你既然设置了这个就是有用的。成片发布在这个微博上面，因为我们联合微博独家发起了冰雪正当然的话题活动，到时候播放量最高的那一支宣传片，我们将为所在队伍加上燃星值。好，首先我们要拿出自己的气势，每一个队想出自己的队名和口号，先把它喊响喊亮。来，东风吹，震鼓擂，冰雪战神汇聚神，冰雪丽人谁都不忍。有没有滑雪的动作？什么很帅的滑雪动作？可以。来吧，江城。我们的口号是：寒潮来袭，宇宙无敌，冰天雪地，所向披靡。哦，冰雪丽人，绝对不忍，要问谁行，全是能人。冰雪战神，东风吹，战鼓擂。冰雪战神，冰雪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训练和比拼了。首先，也让我们有请出我们冰雪正当然的总教练。徐教练你好，来为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徐博，我是第一个冰雪项目的总教练。能成为三个俱乐部总教练，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儿。
们三支队伍提供一个最好的训练方案，好吗？好。好，我们也期待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点燃自己的斗志。接下来有请总教练为我们公布第一个比赛项目的名称。是大回转。好，那擅长大回转的举个手。我们全擅长，全部擅长。我们专业的。哇塞，都有点厉害哦。大回转。好，走吧，我们不横着吧。我们有大回转吗？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大回转呢？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的线路通常长300至600米，高度差100至200米，共设置约25个旗门。正规赛事会设置红蓝两条双人平行赛道，两名运动员从起点同时出发，运用左右回转动作技巧，各自绕着线路上的旗门进行障碍滑行，用时更短者获胜。滑行中不仅要追求速度，还要避免绕行旗门时动作犯规，这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控制能力。出于安全性考虑，此次节目中的比赛采用单人赛道制。那因为考虑到每一个队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擅长我们所有的项目，所以在比拼项目开始之前，我们都要迎来有可能会加入你们队伍的王者冰雪达人。哪儿呢？王者呢？何为王者？大回转江湖的雪山之巅上，有一群人傲视群雄，我们称之为王者。Hello， 大家好，我叫关永乐，雪龄8年多，雪山到底鳌山站的大圣府男子单板冠军。Hello， 大家好，我是只爱滑雪的王小麦。之前代表新疆丝路滑雪场参加比赛，拿到团体大回转第一。大家好，我叫刘小浩，然后在这时间6年时间，我本来也是一名滑雪摄影师。好，大家好，我是王栋豪，单板最高时速现在是137公里每小时。大家好，我叫李浩俊，2009年，然后曾经获得赵军的公开赛团体第一，个人第二。大家好，我叫周琛，今年全国滑雪俱乐部赛的时候拿女子第一。他们前来助阵，欢迎我们的6位王者。大回转我们队只有少强有一点经验，其他人全都是白板，我们太需要王者来帮我们。拉票拉票。认识吗你们？认识啊，我西安的。哦，都认识，很厉害。他最厉害。好。这个，王小麦，王小麦，我们认识啊，小麦。不要写上美人计啊。想要拥有他们加入你们的队伍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要经过不同的测试。不同的测试。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趣味冰雪测试，雪上三项接力赛。雪地接力赛，每个俱乐部派出3人，以雪地圈接力方式完成3棒接力。第一棒，雪地圈大回转，队员趴在雪地圈上，绕过5个旗子到达终点，并把雪地圈传递给第二位队员。第二棒，雪地圈爬坡，队员穿着双板鞋，拖着雪地圈爬坡，到达终点后，把雪地圈传递给第三位队员。第三棒，雪地圈保龄球。队员坐在雪地圈上，从坡顶滑下，撞到坡底全部保龄球，并按下计时器按钮，用时最少的队伍获胜。OK， 来吧，我们商量一下吧，你们谁上？严寒哥第二。严寒哥滑。你们3个上，冲！你们选。我呢就觉得我实力太强了，选谁都。来第一棒。加油！加油 ，Kitty！加油啊！没问题吧？胜利在握。加油！加油！加油！好，大家全力以赴，为战队赢得荣誉。加油！
齐了，露齐了，露齐了，回来，露齐了，哎，鞋露齐了。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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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快兄弟，快快快，兄弟，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走走走走，我们漏了一个，跑跑跑，快走，加油！加油！腿部力量。这么快，我追上来了，追上他了，追上他了！加油加油！快点，刘玉，加油，刘玉！加油，心雨！加油！你心雨，快给我心雨！加油！哎哎哎哎哎哎！快点，快点！加油，加油，加油！哎哎哎哎哎！啊啊啊！走走走走，推一下，推一下，对对对，加油！没事儿，你困了就躺那休息一会儿。加油，加油 ，KT， 加油！啊，对不起你。没事儿，不着急，注意安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Go go go， 加速！亮哥，加油！加油！哇！谁那么快？啊！追上他！加油！加油！张开双臂！加油，大哥哥！悠起来，悠起来，快！跳！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跑！起来快跑！快跑！快起来！快起来跑！快跑！快按铃！快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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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样的，好样的！你是雪地小猎豹啊！嗷嗷蹦啊！他绝对雪地小猎豹，嗷嗷跑是不是？这个太快了！哇，这么快！心雨，哇，他跑得太快了，我没想到他穿着双板鞋，就像一个雪地小马达一样，就从下面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跑上去。他们不是第二就是第一，我们应该是第一。杨哥，不，他们也快，应该是我们第一。刚要按的时候。他们其他队把那个桌子给掀翻了，我也不知道是生气啊还是。
再比一次，再比一次。你要球再比一次？真假的？不用了，好冷啊。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公布成绩。来吧。哎呀，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你们应该是第二。我们第一。最终的成绩最快的是1分08秒，恭喜！恭喜李晨俱乐部！冰雪丽人，全体全员！第二名，恭喜渔阳俱乐部。很好，很满足。你们的这一环节稍稍慢了一点，1分18秒。那首先来，晨儿哥，你可以优先选择两名王者加入你的战队。直接选两名，你们选吧。我们选一个王小麦，剩下一个盲选，可以。都行，可以，就基本上你看，王小麦、李浩俊。反正我们是第二位，还有拿银色版的都可以。第一个是王小麦，对，谁？王小麦。王小麦 ，Hello， 过来。可以，那我们再选另外一位，那个浩俊。哎呀，王小麦，恭喜你，本期录制结束，回家了。哎呀，来了。好，欢迎。Hello， 师哥，欢迎。恭喜窦豪和周琛加入渔阳的俱乐部。没问题。永乐，欢迎。老师，我忘拿雪板，来。没有。欢迎。好，接下来进入分队训练，训练完成后将进行大回转的正式比拼。在大回转当中，分为初阶赛道和高阶赛道。初阶赛道是投篮加回转，高阶赛道是大回转比拼，两两组成小组，最终获胜队伍取得燃心值。接下来大家就前往各自的作战间商量对战策略，加油！冰雪为伴，热血征战。经历重重考验，经理人与领队们终于完成了理想俱乐部阵容的组建，真正的比拼即将开始，他们又会拿出怎样的战术呢？我觉得呢，刚刚通过这个游戏的比拼呢和这个竞技，我能看得出来咱们的气势确实有点低。但是啊，还有两位我们的这个王者嘉宾，你说这是喜上天喜的事儿，所以说我们呢没有任何惧怕的。哎，说得好。这个我呢是对于滑雪这个项目是非常喜爱，但是完全零基础。这个一定要是听大家，我是服务大家，给大家端茶倒水的啊。你们缺什么就跟我说。能加个鸡腿不？没问题，想吃啥缺啥你就来。然后在这个初阶场次和高阶场次上，那么我们费心的也就是我们的丹姐还有各位我们的队员了，好吧？来，丹姐，来。好，我们排兵布阵啊，那就豪哥一发，可以。二呢，少强，我可以。初阶，春姐一发可以吗？可以。OK， 初阶刘烨 OK 吗 ？OK。好，其实明天我们要上场地去看吗？哎，这个是明天比吗？没有，我不是，我是支持大家的，我只是冒昧问一下哈。来，到我们上场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退缩，盯住对手，眼盯住手，别慌，玩好明天，炫出你们自己的技能。好嘞，谢谢丹姐，没事。哇。我总觉得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经理人，我都觉得给我架空了。不是，他这个领队很厉害，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呀都不要怕他们，万一明天放炮了呢？
上面这个团队有点实力太强了，咱们这个怎么安排？这谁的团队？这实力这么强？我们谁去高阶的？我 OK， 我 OK， 我这边也可以，高阶肯定没问题。我们还有一个隐藏，还有一个王者呢，隐藏王者在这儿了。隐藏一个吧，隐藏一个。咱属实有点太飘了，王者都不用，这属实是属实是飘了，不用也有点浪费了，是吧？我们队的人才有点，咱们就是人才太那个了，都是我们没法选了，我们太全面了。咱们这个组是随便上都可以，都可以，闭着眼睛指就上就行了。咱这边啥风格都有，对，民族风，实力太强了，能赢稳了，咱们稳了 ，yes， 那。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了，高阶大家肯定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吧？就谁想上高阶，咱们先说一说嘛，有什么自荐的吗？我因为我是练这个的 ，Titi， 对我就是专门练这个，所以我训练和比赛全都是。你看多么自信，对。还有谁？我也可以。文仔，还有谁？我 OK， 我 OK， 我也 OK。你看看。现在就是只有四个人嘛，很多人都想出战嘛，但是不可能我选你不选他，大家会心里面觉得这不公平，为什么不选我呢？我觉得要让每个人都觉得心里要舒服，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平等的。我以前是团队出来的，我觉得要把团队拧成一股绳，它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所以我一定要平等，不管谁差谁好都要平等。我觉得咱们这轮咱们先暂定，最后去参赛的话需要一个队内的测试，谁的成绩好谁就去参加比赛。嗯，我觉得就是以这个能力，因为这样大家都公平嘛。对，严寒学了这个规矩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严寒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思路很清晰，有严寒在我就觉得我们队已经赢了一半。请注意，总教练带来的福利已送达，请各位经理人前往福利站争取福利。本节目由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三星手机独家冠名播出。请注意，总教练带来的福利已送达，请各位经理人前往福利站争取福利。还要有比拼啊！经理人加油加油！快背过去，背过去！我的轮椅呢？走，我去给你们争取福利啊！加油！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 ！OK，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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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福利站吗？福利站，福利站。我怎么感觉像个坑呢？这是发射器吗？明显是个蹦床。对。福利站游戏规则：经理人依次借助蹦床起跳，在空中模仿指定动作并完成拍照，总教练根据抓拍照片选出每轮最佳模仿者并积一分，三轮结束后根据积分从高到低，三个俱乐部将分别获得45、30和15分钟的高阶比赛场地使用时间。这个环节决定了你们能在主赛场获得多少训练时间。哦，主赛场训练时间，哇，这个时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重要，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太重要了、你要是能给大家争取点训练时间，这个比任何都宝贵，因为那块地方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我也非常想要享有这个场地的使用权，我觉得对比赛的名次肯定会有更大的帮助。先请徐博教练来为大家做一个示范。好，好，来。也要有请陈哥来感受一下三星 Z Flip 3折叠屏手机的 AI 一键多拍功能。哇，很清晰。谢谢教练，总教练的动作太完美了。你看 AI 它会自动识别出拍摄效果最好的一张，还能直接生成小视频。好可爱，教练。可以随时自己在这个上面进行操作和剪辑。对，
这个环节我会用三星 Z Flip 3语音指令自动拍照功能，只要喊茄子它就拍了，它就自己拍了。哇，而且三星手机还有一个外屏预览功能，可以通过外屏观察自己的动作，看好动作后喊完茄子再起跳，就可以重复多次抓拍。我们会为三位选出最精彩的一张。 OK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第一轮的动作比拼，来准备，谁先上？我来。 Go。好，来第一个动作，速滑。我这个别了腿不对吧？你跳起来了吗？我问你，你这床感觉都没动啊。啊，对对，跳起来跳了，别了我感觉你的脸现在就像个茄子，你跳起来的茄子。好，来画下一个人。我来，我来，来，准备，我来吧，茄子，哇，好帅！你这个，我这就不帅了，你自己没脸说。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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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哇，好帅！你要吃了谁？我来，我来，潮儿加油！我一定要为了我们的团队拿一分，拿一分！茄子，我不姿势不够帅吗？比起晨哥还稍微逊色了一点。不行啊！茄子，茄子，好，慢慢的。我看着容易，其实很难哦。嗯，真的很难。好。三个人最帅的那张照片我们已经帮你们选出来了，你们确定这是我最好看的那张？我们请总教练评选出一个你认为最满意的姿势。这个最标准啊？真的，速度滑冰动作是屈腿，只有他屈腿了。接了，于洋你赢了，于洋你赢了，你躺赢。来，准备第二个动作，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接了，感觉你裤裆都要开了呢。茄子，这是专业呀！完了 ，BBQ， 茄子，你好像是个大蓝精灵。我那姿势绝对一比一。如果按照比赛动作来讲，江潮是完美的。但是按照打分情况讲，比赛地方如果要不拿雪仗就容易扣分了啊。所以综合起来冠名播出，但是按照打分情况讲，比赛地方如果要不拿雪仗就容易扣分了啊。所以综合起来李晨老师获胜。我好，教练，山下有个火锅，你知道吗？没想到江湖险恶呀！最后一轮，看谁能拿到这最终的一分。我要拼了，为了我的队友。来，准备。茄子，茄子，茄子。难解难分呐，老师不用不用难分，看一下那后腿直不直。你说的非常好，后腿需要直，前腿屈，正好反了。啊！太好了，先生，完美的展示了一个夏季奥运会跨栏的动作，跟
冬季奥运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给我那个吧，投稿的那个镜像，后期给我来个镜像，把身子跟头就行了，腿别换。就后面腿直这个问题，只能在杨哥和晨哥当中角逐了。于洋老师获胜，恭喜于洋队，你们的俱乐部赢得45分钟训练时间。杨哥，你真棒！我是拼尽全力，然后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我是真想拿到，这个是我想。我当时觉得于洋老师也挺拼命的，他也很努力的在为我们争取这个第一名的时间，辛苦。李晨俱乐部拥有30分钟训练时间，江桥俱乐部拥有了15分钟的训练时间。其实真的挺内疚的，作为经理人没有给大家拿到福利，我害怕让整个团队会很失落，会失掉对比赛的信心。毕竟我们练习的时长只有15分钟，所以还是蛮担心咱们比赛的。接下来江潮俱乐部前往训练室，李晨俱乐部前往初阶训练场，于洋俱乐部前往高阶训练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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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争取多少时间啊？通过本经理人呢，这个略微的、轻轻的那么一努力，一不小心给大家获得了这个45分钟的排练时间，并且我们的这个场地可是明天正式比拼的场地，我们可以用45分钟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有徐教练单独为我们辅导。哇！哎，忘说一件事儿，忘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来，45分钟是最长的时间。对，45分钟是最长。哎，也我不好意思说我第一，我只能说呀，是陈哥和江潮分别是第二、第三呢。谢谢教练。现在再给大家最后一个短暂而宝贵的一个机会，有没有向我们这个徐博教练提问探讨的？好，谢谢大家都胸有成竹。有，吓死我了。有，这经理人多尴尬呀，要不然。来，点点。教练，因为我是那个自由式，然后我的站位是99。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天你会推荐我用什么样的站位？99就挺好。啊？99是啥意思？角度。因为99、12、12、15、15或者12、18都行，但99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力点。这个俱乐部也真是太难了，啥也不懂。九九站姿是一种滑雪基础站姿，指双脚固定器角度为9度，从而使得站立角度为9度。那来吧，咱们这个时间宝贵，45分钟，虽然是我们是最多的，但我们也要抓紧和珍惜这个机会，好吧？好，来吧，同志们，加油！加油！安全！好，下面谁是第一个下来的，请注意。听到了。来了。天哪！真正理想的是以速度吗？还是说以姿势？是技术决定速度。我特别激动，我真没见过就是这么近，第一次呀，就滑下来，挺刺激的啊。啊，点，3、2、1，开始。
太飒了，这也太好看了。哇哇哇，这也太好看了。有没有冲动想去试试？我跟你说，在第一个门那时候我就滚下来了。有计时吗？18秒。呀呼！哎，徐教练，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点点怎么样？非常好，是咱们的王者吗？不是，这是我们的王者。啊，王者滑了17秒。当然了，这是第一波他们滑，我觉得也是在试试雪啊和雪道的感觉。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您呢多帮我们把把关，然后一个一个下来，您多看看，好不好？好。我作为俱乐部经理人，我不会滑雪，但是其他项目上一定会给他们争取我所能争取的，拼尽全力。有45分钟时间，他们可以很好的调节心态，然后慢慢的适应感受，就不用那么着急。啊，然后欢迎蒋超老师。对不起各位。啊，欢迎。我失败了，我比拼失败。没关系，没关系，无所谓。最后一名，只拿到了15分钟雪场的训练时间。啊，其实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太短了，训练。训练时间短是会有影响，但是影响我觉得不会那么大。第一个组，我希望你们就是这样，我抛给你，你抛给我。平衡板、瑜伽球和弹力绳的训练其实是锻炼大家的平衡能力、协调能力和控制能力。因为这不是一个临阵磨枪的项目，待遇再不好，我觉得如果有能力肯定会好的。我还是相信他们。我们几队之间都有各自的一些很强的对手，至少我目前看来，大回转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讲是有优势的。刚才呢，我去了福利站，争取到了一个30分钟在主场地的训练时间，哇，排名第二，也不容易。我们主要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去训练。现在的主赛场呢，交给了于洋老师的团队。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初级道的这么一个训练，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可以让大家稍微先热热身，热身活动一下，对吧？那我们整起来，走，出发，来，走。试一下，快点。他角度小，你看角度特别小，把时间全部节省了。高手，这一看就是高手。这太慢了，简直了。就心雨真的适合滑雪，他就是比较沉，然后比较实，然后风阻还小。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牙签肉吗？就是啊，对呀、啊，就羊肉串都算不上，你知道。陈哥，要把我背着你滑。啊，我背着你滑。背我滑？啊。昨天我那看一个那个就那个，前面趴一个，后面坐一个。咱们可以试试。我们实在是太狂了，都开始玩这个，不训练了，滑着玩吧。现在都开始玩新花样了，落一瓢，踩住会儿。控制住。哎呀！有点意思吧？好玩。咱们要不要看看他们训练？好，看看他们什么水平。走。陈哥，稍等。我们最慢的速度14秒53，刚掐的，这是我们队里最慢的。我看。14秒53，最慢的。走。哎呀！咱们就破十吧，就10秒以内就行。好，那么我成功的宣布，我们于洋俱乐部成功的进行了45分钟训练。然后呢，希望陈哥你们要注意安全，好吧？我们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我们就吃饭去了，我们都不练。啊，那行，你们那个训练时间我们来用吧。谢谢了，不送了。人家还有第三个队呢，你们快走吧啊！快点，你们注意安全啊！
来，好，我们那个抓紧时间训练，天快黑了，快没有光了。来，摩托车快来，咱们抓紧训练时间啊，抓紧训练时间。OK， 我先走啊，走。来了，十五、十六，其实是我们最慢14秒53刚掐的，这是我们队里最慢的。来，大格格，十五。我内心有一些波澜啊。其实我们按道理能更快，因为他们前面划过，有一些陷阱，有冰槽子，我们板子会过会卡。这个原因不能当做我们的原因，因为真正比赛的出场顺序是随机的，我们只能克服这个，尽量把回转的弧度再缩小一点。好，再来一把，摩托车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弧度小一点。15秒，比刚才提高了1秒，弧度还是大，弧度还是大，弧度还是有点大。真的，我觉得我们怎么练，只能保证动作的完整性，但是那种力量、那种发挥、那种在场上的游刃有余，我觉得看明天比赛，可能是上面有那个吧，冰渣。但是场地都是一样的。哦，小心小心，哦，小心小心。我在为他担心。你没发育好，可能不上不了场，是吧？哇，小心啊，没事吧？我们在中间那个高阶道的时候，严寒很担心，相当担心，说万一没滑好，上不了场了怎么办？还有台子呢，那我们上去都没弄。这45分钟浪费的。今天第一个大项大回转，分为初级赛道和高级赛道。坡度越陡，速度就会越快，难度也会比较大，更是考验选手的控制能力。我的妈！好难。如果漏门了，就全直接没有成绩了。不了解雪况，万一出溜出去了，这下咋弄嘛？这个我穿不进去啊，这个玩意儿。双板我都不会。哎呦，这板，这主要是经理人的能力。我不行啊。大回转正式开始。我们队有人要挑战点点。你选女孩子啊？只要是滑下去了就是第一名。上新华网搜索冰雪正当然，关注节目精彩故事，上微博搜冰雪正当然，进入冰雪经理人挑战日记专题页，获得更多精彩冰雪瞬间。关注微博综艺解锁节目精彩内容，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冰雪正当然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来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冰雪正当然，关注热点资讯与精彩视频。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成绩作废。 What？ 逆转，稳赢了这次。